PlayStation 嘅劇空間 Pro 夜球，佢係 Square 喺 PS2 上面嘅棒球遊戲嚟噶。全部嘅人物咧都係真人模擬動作，非常之逼真噶。Final Fantasy 9今次咧冇太多資料可以公開得到，但係我哋就可以聽到佢哋好動聽嘅主題曲，大家可以細心欣賞㗎。Final Fantasy 11呢一隻咧係 Play Online 嘅遊戲嚟噶，主要咧係假想喺未來嘅遊戲世界之中有乜嘢特別之處，而且我哋可以隨時上網同其他人一齊組隊，一齊冒險。唔單止咧可以喺屋企，仲可以喺其他地方嗰度咧 online 噶，因為網上嘅自由度咧係非常之大嘅。所以大家在空閒的時候可以一邊 online 一邊做其他的事。不如現在大家留意以下的宣傳短片吧。
家咧，我带你哋去到 Bandai 嘅游戏摊位、哦。第一只要介绍嘅 game 咧，就系《自护之系谱：攻略指令书》。呢一只咧系以《自护之系谱》作为蓝本嘅大全集嚟嘅，唔单止咧可以睇翻喺游戏之中嘅全部故事，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save data。另外在游戏当中，各个的人物和机体资料呢，我们都可以很轻易地看到的、哦。而且这只 game 呢还加入了新的模式，攻略指令书的超难模式、哦。如果你是高达迷呢，就一定不要错过了。而且当爆机的之后呢，还会有 G-Gen 3 的神秘影像出现添。終止符を打つために自ら身分を明かすことにした。
Gundam G Generation 3 呢一隻咧係更加完整嘅高達歷史傳書嚟噶。遊戲嘅畫面咧加強咗好多，而且咧當中大部分嘅故事咧嘅 CG 都已經重新製作咗啦。宇宙戰艦亞馬圖呢一隻咧係以同名嘅動畫而成嘅戰略遊戲，遊戲當中咧會採用大量嘅動畫，而且咧會有唔同嘅分支。故事完結嘅時候咧，更加會有 TV 版嘅分支或者劇場版嘅分支添。你攞到邊一個嘅分支就要睇你自己啦。恶魔人又是一隻以大人气的动画改编而成的动作游戏，游戏的主要部分是分为两个不同的篇章而成的，分别是不动明王篇和恶魔人间篇。这套要介绍的就是《仙界大战封神演义》，这套是改编自动画而成的游戏，是在日本和香港都很受欢迎的。先前在 WonderSwan 已经推出过了，而这个 PS 版就是以 RPG 的形式进行的，玩者可以在五个不同的角色里面选一个来开始游戏的。
跟住呢只 game 咧就是大家都好熟悉嘅《北斗之拳》，又是一只超经典嘅作品咧，重现在大家嘅眼前。但是咧，暂时仲未有任何嘅资料可以公开。不如睇下佢哋嘅 opening 先啦，都好正噶。跟住呢只 game 咧，就系《名侦探柯南：三人之名侦探》，又系一只咧以柯南为主题嘅游戏。游戏之中嘅玩者咧就系以第三身份咧进入呢个游戏，同柯南、服部三个人咧一齐调查一宗扑朔迷离嘅凶杀案。能唔能够破案，就睇下你哋嘅实力啦。我哋跟住介紹嘅咧就係 Digimon World， 佢係 Digimonster 入邊咧最新嘅遊戲作品嚟嘅喎。不過玩法咧就同上次好唔同啦。而呢只遊戲咧就可以對應 Pocket Station， 所以玩者咧就可以隨時隨地咧育成自己嘅 Monster 啦。接着我们就去到 Ben Presto 的摊位了。第一只要介绍的 game 就是超级机械人大战 Arver， 今次在 Game Show 里面终于有得试玩了，而且它的完成度已经有 90%。 跟着以下下来就是这只游戏的 opening 了，大家欣赏一下。
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第二隻要介紹的 game 就是 Super Hero 列傳，這隻 game 是以多位經典的特撮人物而成的，而遊戲的玩法是以動作遊戲的形式去完成每一件不同的任務，例如蒙面超人、電腦奇俠等的人物都會在這一隻 game 裡面。去完 Band Pistol 之後，我們就來到 Capcom 的 Counter 了。第一隻要介紹的 game 就是 NY4 Biohazard Zero， 這一隻是以 NY4 製作的原創遊戲。在今次的 game show 裡面，我們還可以試玩，雖然完成度就沒有公佈到出來，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完成度是非常之高的。這隻 game 就是叫《鬼舞者》，它是以戰國時代為背景的動作冒險遊戲，大家可以留意到主角的樣子是以金城武來做藍本的，但在 game show 裡面只是看到影片播放，還未可以試玩的。
呢一隻 game 咧就係 Breath of Fire 4，又係一隻咧已經公布咗一段時間嘅 RPG 嚟噶咯喎。而喺今次嘅 game show 入邊咧，亦都係只有影片播放而未可以試玩。遊戲咧係傳統嘅 RPG 嚟嘅，而故事當中咧亦都穿插咗唔少嘅動畫嚟到交代其他嘅情節噶喎。这只 game 就是鄭汶三國志，它是以台灣著名的漫畫家鄭汶先生作為人設的三國戰略遊戲。雖然去年已經公布了它會出 DC 版的了，但是它的 PS2 版竟然比 DC 版更加早公布它的推出日期。这个 game 就是 Gun Gifon Base， 在以前 SS 上面红极一时的机械人射击游戏来的，它是以超真实作为游戏的卖点，不过现在只是在初期的制作阶段，所以还没有太多资料可以公开得到。这个 game 就叫做 Sliphead， 它是以 3D 游戏背景而成的射击游戏来的，玩法和 title 的 Raystorm 是很相似的，不过因为在 game show 里面还未有试玩可以展出，所以都是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知道到。
跟住呢隻 game 咧就係 Tomb Raider 4，佢都將會喺咧 PlayStation 同埋 Dreamcast 都會推出嘅喎。其實佢本身咧喺 PC 上面咧已經係一個大人氣嘅冒險動作遊戲。雖然佢嘅美版已經推出咗好耐，但係咧呢一次日本版咧係由 Capcom 發行。遊戲嘅內容咧同美版大致相同。但是唯一不同的呢就是它裡面的文字呢將會由日文來到顯示的。跟住呢隻遊戲咧就係相當之特別嘅喎，佢叫做《Edo Lido Game》，佢係一個咧雙語行嘅 RPG game 嚟嘅。呢隻遊戲咧將會由天野喜孝先生咧擔當遊戲嘅人物設定嘅喎。呢隻 game 將會分為27個章子，而每一集咧將會收錄3至4個章子。エルドラドゲートが今年の夏より格別で発売予定です。